们这炒饭也太不辣了。上哪说一条说一说，就这么点事儿就把咱们送监狱去毁于一旦了啊？他出来还有好吗？精神彻底崩溃了。跟别人说了。我跟谁说？跟上天说。谁给谁打伤了啊？就是他跟警察是有点冲突，他又没动手啊，是那帮人给他硬着打，你们都看视频了吧？啊，给他打成什么样啊？从小长大我都没捅过他，看过他一个手指头，你看，你们就这么对他，让那些人打完他视频他犯病了，然后你们还给他送，就送到法院，送到监狱去，这讲理吗？打完了他已经疯了。然后警察来了就说了两句，你们就给他送监狱，这是哪一天哪款哪一条啊？谁办的案子？